点。这个位置还不错，投手接球之后要赶快传一垒。哇，一垒先生想了一下之后，判定是安全上垒。这边看看富邦会不会来挑战啊？那这个的话，决定权变在富邦那边了，因为陈冠勋在接球这个转身动作多垫了一步哦，调整一下。那现在看起来没有错，富邦要挑战，富邦要挑战。不过不管挑战的结果为何，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 play 了。来看看，哇，看起来这个应该就是说翻盘的几率不是那么的高，要从这个角度再看一遍哦。踏上去之后，球也进手啊。对，拜一拜。对，因为从这个画面看起来啊，没有怎么讲啊，没有推翻的证据哦。三指线大概过了一半的时候，他跑到先三指线去了。拦截之后，李宗贤传本垒，再往一垒送。一垒这边漏了，一垒这边漏了。所以主审刚刚手势是指一垒这边，他判定出局的原因是因为蒋少宏，他可能看到蒋少宏是跑在线内。线内，哇，连续两个play，这现在场上有的吵了。那这边传一垒。哎呦，这个球掉下来。